大家好，我是阿梅，今天刚好有流水，所以过来红树林这边赶海。走，你看这边的话，全部都是海草堆呀、啊。你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货哈？刚才一路找过来没有见到什么，现在我们继续找。哇，你看这些都是海螺，看到吗？很小个，我们这边说金螺来的。嗯，有东西吗？诶，石头还是什么？磕磕的声音。哇塞，一只蓝花蟹哦，你看好凶哦。哇塞，还想跳出来夹我。你看它嘴巴在喷水呢。刚刚退潮的话，一般蓝花蟹的话喜欢隐藏在那个沙滩里面的。你看窝在沙滩里面的，现在我们把它收了。因为这种季节的话，蓝花蟹的话特别肥的哈，收了，先放在这里吧。今天第一个收获，哎呦呦呦，盛点水先。回家吧，你再找一下。我、哦、这里有东西，看到没？看到了没？就在这里。他以为我看不到他哦。来，一只螃蟹，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螃蟹，看不清哈。你看，两个须须在这里，那个壳就在这里，不知道是石头蟹还是什么蟹。我们先把它弄出来再说哈。哇，又是一只蓝花蟹。你看，现在开始握沙了，看到没？很快的。一眨眼的功夫不见了，很快的，先把它收了哈。哇，独角蟹，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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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拿绳子把它绑好先，因为两只螃蟹放在一起的话它就会打架的，你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你不顺眼的。哦，这里又发现了一只，你看，现在开始窝沙了，就在这里，看到没？咦哟，全部窝在海草堆里面，现在想逃，哇，这个可以，收了哈。哦，这里有个沙白，哇，这个沙白好大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树叶，好，看到没？好大个，收了。哇塞，这里有一只大家伙，一只大青蟹，先走。哇，看到没？我刚才可能弄到那个海草，它从海草堆里面跑出来的。哎呦，哇塞，这个大个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沙白，哇，这个是空壳的。你看这里有一条小鱼，好小条鱼啊，可能躲在这里吃鱼。你看待会给它走的话，跑到那边的话很深，就没办法抓了，因为这边的水有点深哈。先把它弄好些，哇，一个手都抓不上，哇，力气好大，哇塞，这个值钱了，在市场上面卖的话，至少的话都要150块钱一斤了，因为这只是膏蟹来的，而且的话那个膏都是蛮高的，你看这个关节，你看这里，你看这里的肥度，看这里，看到没？而且的话特别肥的哈。现在收了。
哇，这里好多虾爬呀！因为这几天的话，那个风很大，那个浪很大，把它拍上来的。啊，这随手都可以捡到了。这个的话是没有肉了。哦，这里有几个花牌。你看这个的话是没有肉了，看到吗？这直接瘦了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抓了很多只兰花蟹，这底下还有一只大青蟹，还有一些海螺。待会拿那个兰花蟹跟那个海螺煲个汤，那个大青蟹的话拿到那个酒店给人家。夏天已经黑了，没办法继续赶海了，因为潮水已经上来了这么高了。不过今天的收获还可以，抓了一桶好货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阿梅的视频，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啊！下期见，拜拜。回家了。哇，潮水上来的很快哦！你看，现在已经到我这里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哇，这里有一个洞，哎，挺大的哦。哇塞，今天就挖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表妹哦，今天又过来挖螃蟹了，开始了。先看一下方向哦，在这边继续挖。再看一下，咦，哦，差不多。差不多的话就要换铲子了。因为要不然的话，等一下要是有东西一锄头锄下去就锄坏了。哇哇，这里螃蟹，哇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好大一个巨无霸，哦，出来！哎呦，那么难拔！哦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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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先松开了，等一下我用力一扯，你就断了。哎呦，我的小乖乖！啊，看一下，个头大吧？你想逃？把绳子给它绑着，把这个给填了。咦，哇，好像有东西！哎呦，哇，螃蟹！哦，好大，有没有看到？哇塞！哎呦，这里的树枝太多了，有点难搞。哎呀，上来吧，上来吧，上来吧！哎，
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哦，给你绑着，又是一只巨无霸。再看一下，再收一下，看里面还有没有东西哦。早知道刚刚就不挖了，那么辛苦。哇，这里，哇，还有一个小的。哎，这个也太小了吧，看到吗？哦，你的钳子都去哪里了？这个是青蟹苗来的，不要，留它在里面。我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抓了五只巨无霸，看，哇，非常大只，出来了一身的汗臭味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哦，今天抓了五只巨无霸，走回家了。如果喜欢阿美的视频，可以关注一下，咱们下期见哦，拜拜。